还有，那当然，请问一下，你要怎么解读这个绿色线是2020，可以吗？这颜色我们到时候再去调整。好，绿色是2020，所以它跟2019是互有消长，就只需要这样解释就好了，对吧？可以吗？既然互有消长，其实它就没什么必要发表论文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等一下我要讲的，下午要告诉你们是，不是哦？到了2021年，就是台北市3级，那就是代表说中华民国有疫情，有本土案例疫情的时候，诶，进口暴增，出口也暴增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值得我们去发表论文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或者是说急速下降，哎，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去发表论文的。那当然，急速下降要比那个没有疫情期间还要下降。可以吗？好了，这个回到报表说一下，请问这张图我还是希望加这个边界，